正传。啊？想想啊。好。先拿两个，先拿不先吧？嗯。这都拿几个呢？两个就行了，换成那细的鸡。那就找小沈，小沈也听不懂。把料倒进去。找孟门了，孟门应该基本上你都应该清楚的。没有了是吧？怎么样？这够不够碎？我们的卡要细一点，还要细一点，会换网。这还有一点没换完。换网就慢一点是吧？是啊，要做小的网。如果你这太细的，会做小的网。